Magic Show. 各位久等了，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面了。没有。哎呦。所谓魔术这种东西呢，很多人以为要华丽的道具，对不对？啊，不需要。这边呢有垃圾袋一个，我是可以矛盾的。哎呀，矛盾啊！你别人表演的时候就要很华丽，你自己拿个垃圾袋是流浪汉。不是流浪，你至少垃圾袋上面装个 LED 灯啊，不灵不灵不灵呢。对 ，LED 灯还来不及装上去，这是我刚才门口跟流浪汉抢的。神如各位所见，三颗球不同的颜色，绿色、红色、黄色。黄绿红，杨琪，说一个颜色出来，很难抉择。红的，红的，这样的话，我先把黄的拿出来，送给你。哦 ，green， 绿的拿出来，送给你。哎，四零，哎，现在呢，我让这个红色的球呢，穿过这个塑胶袋。哎。各位可以看到，虽然它是从流浪汉手中抢来的塑胶袋，对，但它非常的密实。夏华倩，出来一下。好，你今天喉咙不舒服，你就不要讲太多话。没办法，你把塑胶袋这样子捏，要两只手抓住我强壮的手臂。强壮，不要那么紧，不要那么紧，松一点给我，让它这边不会有东西会跑出来。好，仔细看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抓紧哦，啊，有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好可怕。哦，出来一半了，好恶心。好，夏华倩到我左边来，到我左边来。好，抓住这一颗球，抓住这一颗球，要上从外面抓住。好，抓着就好，抓着就好。现出来了。哦，重点在于现在，大家都觉得塑料袋上面有洞，你破洞啊？没有哎。哎呦！哎，哇塞！哇，哎呦，很不舒服哎，很不舒服的。最重要是这么帅的，哇，不可能！刘老师拿着塑胶袋，然后就破垃圾袋，然后很厉害那样子，很厉害，很厉害啊！对啊，哎呦，谢谢，请回去。好不舒服，这个送给现场的观众做纪念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连垃圾袋一起送掉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哇，接下来真正的奇迹就要来了。好，首先选四位来宾到这边来。哎呦，稍后刘谦将让你见证一次毛骨悚然的奇迹，马上回来。除了扑克牌之外呢，今天要用到的是这个。为了避免有人不知道这信封是什么意思，我特别上面写了字：预言。Prediction。预言。这个预言呢，我放在这里，从头到尾我不会去碰它，因为里面放了非常重要的资讯在里面。所谓的预测未来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让我解释给大家听。好，首先我先介绍一下魔术师洗牌的方法。好，一般讲我们看到这样切牌洗牌很常见，对不对？但其实这样没有办法真正的把扑克牌弄乱啊。我来为各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真正可以不怕把洗乱的方法。首先把扑克牌分两叠，转一转，要转的哦，转一转。好，抓一叠起来，几张都可以放到中间，合在一起。很简单吧？很简单。来做一次。好，可以吗？几张可以放在这边？
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老师。合在一起。然后合在一起。标准。好。用这种方式洗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不仅是顺序会乱掉，连正反都会乱掉。对。乱。抓一叠牌起来，转过来放这边，然后跟这叠合在一起，还不错。好。这种洗牌法呢，专业术语叫做。疯子洗牌法，疯子洗牌法，因为这样洗真的会很乱，你等一下花很多时间呢，把牌来恢复原状，很累。好，对啊，乱七八糟。好，来再做一次。好，从哪一边都可以哦，转过来放在这边，跟它合在一起。好，要不要再试一次？哪一边都可以。好，好，现在呢，每一个人都出手了，把它弄乱了，正反都乱掉，它完全乱掉，对，完全乱掉，完全乱掉，非常乱。非常乱，好，非常乱，哇，对啊，真的很乱，乱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要来了，预言从头到尾都放在这边，是，我跟各位说一下，从一开始里面的预言呢，我已经写好现在扑克牌的状态，听不懂对不对？听不懂，不懂，这种乱法是可以预期的吗？不可预期，但是我今天的感觉。我把它写下来放到里面去，就是现在的状况。啊啊！仔细看，仔细看，上面有写字，乱七八糟。哎，这怎么搞呀？对，你是大师。对，怎么这样骗我们的感情？这样当然不行啊！看笑的感觉。开玩笑。重点来了，背面，仔细看，背面向上的牌有23张。数一下，怎么可能？背面从这边开始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。18 19 20 21 22 23。哎呦，天哪，这是什么？你太厉害了，怎么厉害？这五个人都翻过的，对啊，而且还交叉。如果光是这样子怎么能显出我的厉害呢？还有吗？还有，看这张纸是可以打开的啊，背面向上的牌，黑色有12张，红色有11张。翻过来可以吗？全部拿起来看一下。红色有11张，自己数数看。红色先来，红色、黑色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哎呦，黑色有12。一，黑色就是12喽。三、四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太厉害了！还有，红色的牌全部都是数字牌，红色的牌全部都是数字牌。真的耶！哎呦，没有穿西装的。所有数字牌就是没有图，数字牌就是没有图案的牌。好，仔细看。好恐怖哦！好不舒服哦。还有吗？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中的奇迹的时刻。红色的牌双数，红色的牌全都是双数。好，导播配合一下。哎，真的六。有一个是不对的。等一下，最后还有一个。现场来宾的手指指的红心三，哇！哎呦，好不错！哎呦，好厉害！好厉害！Oh my god！ 好不舒服，投降！太可怕了！掌声鼓励！哎呀，冲过！